然后什么叫做 full real series？ 它是很重要的，它将一个 function 呢、啊，一个 periodic function if f of x， 假设它的周期等于二派好，假设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 ，all right， 只要有这种函数，而且我们要求这个函数它本身呢、啊，它可以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它一定要 continuous。但是它可以 piecewise continuous。 什么叫 continuous？ continuous 就是连续嘛，好像你在 骑摩托车一样，到个地方有连续， OK， 你总不希望跑到一个地方发觉 面对个山壁砰撞上去，或面对一个悬崖掉下去，这个都不太好。但是呢，你可以碰到一个比较 piecewise 的， piecewise 也就是说你跑到那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落差，但是在落差之前都蛮顺的，落差之后也蛮顺的，这个也没有关系。 OK， 假设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啊将它展开来变成这样。啊 NX，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级数，而且这个级数呢一定会收敛。 Alright， 那它有什么用途？刚刚我有展示的几个用途，对不对？那它还可以怎么用，就要看各位的创造力了啊。反正这个只是一个工具。好，假设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就想问一件事情，这个是假设是你给的，那这里面有什么是未知数呢？有 A0 是未知数， AN 是未知数， BN 是未知数。所以假设你能够知道这些，那么它就可以完全给你一个 information， 它怎么样展开来。展开的对象是谁呢？是 cosine 或者是 sin。 我们晓得 cosine 或 sin 都是周期性的函数，而且它的周期跟着这里面的数值有关系。 OK， 我们来看看 sin x 它的周期多少，周期多少，二派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高中就学过了。要是我来弄一个 sin 二 x 呢，它周期是多少？是派。假设 sin 三 x 呢，周期是多少？二派除以三，对不对？一直下来，假设我是 sin 的 n x 呢，周期是多少？二派除以 n。OK， 所以呢，它们都是周期性函数。每一个函数代表的是在这个周期的，或者是你喜欢用频率的眼光来看。常常我们喜欢用频率眼光，不喜欢用周期的眼光。那用频率眼光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频率上面的一个行为。 OK， 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就好。好，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了，那 A0 是什么，AN 是什么， BN 是什么。好，我在右边的计算，然后再把结果摆在这边。 A0 是什么，其实你要知道 A0 是什么，你就要了解后面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特性。我们 A0 只是个常数，后面加上一个 series， 这个 series 后面有 cosine 跟 sine 的这个函数在里面。所以 cosine 跟 sine 有什么样的特色呢？cos 跟 sin 有什么样的特色？我们来这边稍微画一下。cosine 是这样子，对不对 ？sin 呢？我上下未必对应哈，我只是。把它画一下，你要是仔细看的时候发觉这边都是零，对不对？记住哦， sin 或 cosine 上面的 x 的本身它不是一个数值，它应对应于这上面一定应该是 radian， 是个进度量。它从这边跑到这边最上面的，我们晓得 cosine 啊
在零度等于一，所以这边是一。二分之派的时候等于零，等于派的时候呢是负一，二分之三派的时候呢又是零，然后再来一个二派的时候又是一，所以它周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零到二派，或者是我可以取我周期，我当然可以取这一段，或者是我可以取这一段，反正都一样嘛，长度都一样，周期只是一个重复的一个长度单位嘛，随便你怎么取，对不对？那 sin 呢也是一样啊， sin 我可以从0开始，对不对？ 0， 二分之派的时候它最大，等于派的时候又等于0，负的那二分之三派的时候呢负一，二派的时候呢又变成0，所以呢它的周期呢也可以是这一段，或者是这一段，抱歉，应该是这一段，对不对？都可以，不管是哪一个，你要是仔细看，假如说我把它做个积分，我从负 t 开始积，积到正 t， 积分代表什么意思？算面积嘛。所以你有哪些面积？有这个面积，有这个面积，有这个面积。你发觉中间这个上面的这个面积是正的，两边下面的面积是负的，而且大小相等的，只是符号不同而已。所以它总面积是多少？零。sin 也是一样啊，你这一积分是不是积出左边这个面积跟右边这个面积？这个面积是朝上正的，这个面积朝下负的，大小相同，所以两个加起来结果也是零。所以从这边马上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讯息啊， sin x dx 负派到正派等于零。一样画葫芦，我也可以告诉你说 sin nx dx 一样从负派到正派也是零。为什么 sin 等于 nx， n 比较大的时候只是说这个很密很密而已，相当于说我从负派到正派啊，相当于是它的好几个周期，我管你了，你知道每一个周期积起来面积都是零嘛，那十个零加起来也是零啊，管你几个零， n 个零加起来也是零啊，所以它就是零，对不对？ cos 呢也是一样啊，那 n 个下去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非常简单， so simple 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有帮助，有帮助。什么帮助呢？我们这样一看的话，哇，那太棒了。因为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系数是什么。我们未知数呢，我用蓝色的把它写起来，这是未知数。我只想把未知数解决了，我这个整个展开呢就完成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已知哦，这个是我们给的嘛。所以假设是这种状况呢，我第一件事情，我把第一个式子直接把它做积分，对整个的频率范围，对整个周期积分。这一积分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等号左边就是对它积分，对不对？但它是我们给的，一开始就有个方程式嘛，你知道方程式，这个积分就可以算得出来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呢对它积分，它只是个常数嘛，那是不是积分可以拿出常数之外，所以你就得到一个 A0 乘上整个周期二派。这个的积分呢，这边会变成很多个积分， N 个积分，无穷多个积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常数啊，常数都可以提出积分之外啊，最后只剩下它在积分。这个也可以提出积分之外，又变成它的积分。那这两个的积分，管你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从一个周期里面在积分，通通等于零，那是不是代表后面这些积分通通都等于零呢？那是不是 A 零就可以算得出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最基本的 idea 嘛？所以我将这个做在这边，我将第一个式子，对它积分从负派积到正派。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等号左边会变成什么 ？f of x， 积分。这个已知嘛，所以这个积分可以做。第二个呢 ，A 零积分，再来呢，
里面的积分。是不是？那既然 A0 是常数，当然可以提出来啦，是不是等 A0 变成1的积分就是 X 嘛， X 上下限带进来就等于二派。这边的 A0 可以提出来，后面的积分呢，这是什么？零嘛，乘上零，再加上 BN乘上零，所以这边就不见啊。A 零乘上二派，所以呢 ，A 零呢是我们的未知数，只剩下这个未知数在而已。那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 A 零就知道了 ？A 零会等于什么？这个积分除以二派。是不是第一个常数就求出来了啊？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就把它抄在这边 ，A 零对不对？我们没有干嘛，我们只是用观察发觉它有这个特色，中间这个特色，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色做了。好 ，A 零求出来了，那 A n 等于什么 ？B n 等于什么？怎么算？这时候怎么算？我们一样观察 ，A 0已经求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变成不是未知数，它已经变成已知了。这个一算就可以知道。现在要来做它，我可以用同样积分的方式来做吗？怎么做积分？假设直接积分，它就变成零啦，因为最右边已经算过啦，所以势必要做些手脚。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手脚可以用。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积分，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做一个。假设我们两个 cosine， 第一个 cosine 的 mx 乘上 cosine 的 nx dx， 我也从整个周期的范围来积分。我想试试看这样子怎么样？记住哦 ，cosine 乘上 cosine。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这要怎么积分？这看起来好像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三角函数，第一个先把它分开来，它可以先称为 cosine， m 加 n x dx， 再加上二分之一 cosine。m 减 nx dx， 对不对？我可以写成这两项啊，这是很简单的。然后这两项呢，它会得到两个不同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假设 m 不等于 n，mm 不等于 n， 这个很简单嘛，只是 cosine 某一个常数乘 x 而已啊，因为 m 跟 n 只是一个整数嘛，所以这个第一个积分很快会变成二分之一乘上 m 加 n。cosine 积分变 sin， 对不对？再加上后面 cosine 的积分二分之一，它会等于这样，这个的积分变成什么 ？sin， 管你是几个派，通通都是零，不管是正派、负派，所以这个式本来就是零，所以这没什么好算的，零。这边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基本结果它告诉你等于零，哇，这个解答真是妙啊，太爽了。
要是灯两个相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假设灯两个相等 ，m 减掉 n， 两个相等就代表 cos 乘上0嘛 ，cos 乘上0就是什么？就是一啊，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这边有两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是造写，前面造写 ，cos， 假设这两个一样，我把它叫做 n 好了，它会变成二 n x dx， 再加上二分之一。cos 零就是一嘛 ，dx， 是不是？所以上面这个，所以下面这个就代表两个要相等。上面那个呢，两个不相等。所以呢，下面这个相等的时候呢，前面这个得到了一样啊，二分之一，二 n 分之一 ，sin 二 n x。上下线负派到正派，这个呢，这个就是 x 嘛，二分之一 x 负派到正派。前面一样，不管你 n 是什么，记住哦，这个地方的 summation n 是从一开始到无穷大，所以不包括 n 等于零的这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派带进去，它永远等于零；负派带进去，永远等于零。所以这一项等于零。这个呢，派带进去等于派，负派带进去等于负派。所以上面要减到下面的，负负又得正，变成二派，二派除以二，变成什么派？哎，它竟然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假设我两个 cos， 事实上啊，我告诉各位，同样的状况也是发生在 sin 上面。假设你有一个 sin 也是很 similar 的 sin。mx sin nx 负派到正派也是同样的状况。诶，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假设可以，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an 解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一看起来发觉好，那假设这边是 cos， 我也希望用 cos某一个乘上来，但是要跟它有所不一样，因为不一样的会等于零，只有一样的这一项会存在。你乘进来的某一项，那个是固定的哦。你看这个边，这边是 n 嘛，我现在乘一个 m，m 是我选择的某一项，管它的 m 是固定的，但是 n 却是可以变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开始来做这件事情，我把这边擦掉了，这边比较简单的，我把它擦掉。好，我们现在把第一个式子乘三个 cos 的 m x， 然后呢对它做积分，一样上下限是在这个周期的范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等号的左边，等号的左边，第一个是等号左边是 f of x， 所以是 f of xcosine mx， m 等于多少，我爱它等于多少就多少，反正我决定的就决定。 OK， 比如说 a 有很多个，它可以从 a1 到 a 无穷大，那 a5 等于多少呢？我让 m 等于5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就让它 m 等于5好了，你就假想它就是5。 OK，好，等号的右边会有好几项，第一个是 A0 乘上 cosine mx dx， 再加上再加上 它本来是 an 嘛， an cosine nx， OK， 那我现在乘上 mx，
再加上一项，长度不够，所以我写在这边。BN 它是 sinNX 乘上 cosineMX。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可以求，已经可以求，因为 fx 是我给的嘛，所以乘上 cos 之后的积分就是乘完之后就直接积分就对，这个可以解。这个呢会等于什么？因为 a0 是常数， a0 是不是求解已经解出来了？它就是个常数而已，所以这个常数可以把它提到外面来，里面只是不是剩下 cos 在于积分而已， cos 积分变成什么？零嘛，对不对？因为你积分整个周期就是零了，所以这个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它已经变成零了。第二项，这个 AN 也是个常数，现在是未知数，哦，未知数，所以我写 AN，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啊，因为只是个常数吧，提出积分之外，但剩下是 cos 两个要来积分啊，对不对？右边这个也是这样， BN 也是未知数，我也可以把它提出来，所以只剩下 sin 乘上 cos 之后的积分。那前面这个比较简单，前面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是 summation 嘛，就等于每一项都要 summation， 这 n 呢一直在变化， n 可以从1 2 3 4 5 6 7 8 9 10变到无穷大。那 m 呢， m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给的吗？假设是5，那是 OK， 那第一项 cosEx 乘上 cosEx 的积分变成什么？ cosEx 乘上 cosEx， 一不等于五，积分是什么？零。你这个 n 就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变到了什么时候？变到了 n 等于我给了 m 的时候，那一项才不等于零，它会等于派，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会变成零，再加上第一项，当 n 等于 m 的时候它才会存在。 n 等于 m 也就是 a 会变成 a 什么，只有这一项存在，因为其他项都要乘上个0嘛，乘上0它就不见了，乘上派，因为积分只等于派。再来后面的这个呢，我告诉你，只要是 sin 跟 cos 的，你也做一次，它永远等于零，管你等不等于，它通通都等于零。那是不是诶这一项我们就可以解了？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这个？除以派，啊，我不要这样子写，我把它写成派分之一好了。是不是 AM 就可以求得出来了？那 AM 指的是什么？是我感兴趣的那一项嘛的那个 A 值嘛。我感兴趣哪一项，反正这边 无穷多个，我可不可以重复做无穷多个？可以啊。那是不是就代表我就已经怎么了？做无穷多个，那我说它是 N 嘛，无所谓啊。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是不是很棒？那一样化葫芦，前面乘上 cos 的，要解它的时候乘上 cos， 后面这个呢，要知道 b 呢，我们就乘上跟它一样，是什么 sin， 就一样化葫芦，照样做一次。第一个式子乘上 sin， 乘上哪一个呢？乘上我感兴趣叫做 dm 个好了。那很快的，等号左边呢还是一样 ，f of x 乘上 sin 的。mx dx， 它要等于第一个前面负派嘛，积分从负派开始 a0 的
sin。抱歉，是 n。抱歉，这边是 sin。同样的，这个可以把 A 零只是常数而已提到前面来，所以后面只剩下 sin 的积分。sin 管你三缺之一，你只要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m 个周期，通通等于零。后面这个 an 呢，也可以提出来啊，提出来后面是 cos 跟 sin 的积分，管你两个一不一样，通通等于零。所以这一项又不见了。OK， 就好像这一项不见一样。那只剩下这边呢？bn 呢，常数又可以提到前面去，那后面只剩下什么？两个 sin 的积分，两个 sin 的积分，还要看看这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就等于零，一样就等于派。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零加上零加上这边的 n 呢有很多种，只要 n 不等于 m 的，通通等于零。但因为你summation是从 n 等于这个一开始变化。所以一直变到刚好等于 m 的时候呢，诶，它不等于0了，这个时候呢，这一项就要存在，乘上派，那是不是告诉我们 bn 求出来了？派分之一，是不是？那我 m 可以一直变啊，我就从头变到尾啊，所以是不是相当于 bn 也可以算得出来？这样子。就把它解决掉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所以呢，这边还有几条式子，重要的式子，我们把它抄在这边 ：cosine 的 mx dx。就好了。 OK， 请各位记住，我们利用这种积分的方式来求出这个项的这个常数的这个技术啊，你会从现在开始重复的出现。 OK， 它所用的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sin 跟 cos 的积分的特性而已。 OK，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记得滚瓜烂熟的，因为不管你在解任何问题，这个都会一再的出现。 OK， 尤其呢我们开始要解 PDE 的时候呢，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各位看到很多这种例子。 OK， 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住。好，到这边为止，有没有问题？假设没有问题呢，我们就继续下去。 OK。
那我先不提例子，我待会儿把这个讲完，我再讲个例子。这边呢，有个重点，说我们有个 function， 它是个 periodic function， 记住它一定要是周期性的函数，而且周期是等于二派。假设你有个周期性函数，它周期根本就不等于二，那你怎么办？把它变成周期性的，那它一样是周期，只是我可能啊，比如说好了，我有个东西呢，我的周期是 2L， 它是个长度啊 ，2L， 那你怎么办？它是不是周期？是啊，它只是不是二派而已啊，那你怎么办？简单嘛，你把 2L 叫做二派嘛，不就得了？对不对？把它转换过去叫做二派嘛，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啊，好，我们呢这个是这样子稍微分析一下，这是 period 周期性 ，OK， 这边是 x 我们给的。假设对我们 sin 而言，比如说好了，我们有个就是 x， 那周期是二派，例如 sin x， 对不对？它可以是这个样。那假设我有个东西呢，是长度，记住这个时候的 x 的，我应该是这样，它是 radian， 因为我们 sin 里面一定要用进度量，它的单位是进度量。假设我这边的单位是长度，周期是 2L， 那你要怎么转换？反正这两个一定要互相比来比去嘛，对不对？一定要比来比去嘛。所以是不是它对它的比 ，radian 对二派的比，是不是要等于 length 对 2L 的比？是不是？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把这个？radian， 大家都一定要 radian， 记住 sin cos 里面只有 radian， 没有第二个东西。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我可以把这个移过来，会等于派除以 l 的 length 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说，相当于说我要是有一个周期是 2l 的 sin， 我要怎么写？假设是周期是二派的 sin， 就是写 sin x 就好了。是不是？现在周期是 2L 的 sin， 我要怎么写？简单啊，派除以 L 再乘上 x 就好， x 一样是就是我们的长度了，这个的 x 是进度量，这个的 x 是长度，解决了 right。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后面这边只是在 x 前面乘上个 n 啊，假设是变成 2L 之后，只是这个前面乘上个 n 嘛，就好了嘛。那你这边是变成 n， 派 over LX，n 派 over LX， 是不是这样写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写好像头昏脑胀。来来，我们这边重新抄一次，好不好？把它抄在这边。用同样的格式把它抄在这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f of x， 我们完全用同样格式 ，a periodic function。p 等于 2L，x 呢是长度，这边的 x 呢是 radian， 对不对？好，一个是用长度来表示，一个是用进度量来表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分解成 a 零，完全一样。再加上 summation 啊，一等于无穷，等于一到无穷大 ，a n 完全一样 ，cosine
这个时候就不能 nx 了，而是要 n 乘上 pi 除以 l 的 x， 再加上 bn sin n 乘上 pi 除以 l x， 就可以这样子写了。其中的 a0 未知数， an 未知数， bn 未知数。然后呢怎么办？简单呢、啊、看看 sin cos 有没有同样的特性呢、啊、有同样的特性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啊。那要解决这个有没有同样的特性，就相当于说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什么事情。第一个 cos n pi 除以 lx dx， 从负 l 到正 l 是不是也等于零？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嘛。假设是等于零，那就没事了。那简单，就快速算一次嘛。我们就把这边当计算值算一下。这个要积分它，前面都是常数 ，n 是常数 ，pi 是常数 ，l 是常数，整个都是常数。我们就把 x 怎么样变数变换一下，所以你会得到 n pi over l 分之一的 cos 积分变 sin n pi over l x， 从负 l 到正 l， 这个是不是等于它？对不对？马上积分就算出来了，这个是常数嘛，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看这个 ，l 带进来 ，l 跟 l 消掉，是不是变成 sin 的 n 派 ？sin 的派等于零，管你几个 n， 对不对？零。负 l 带进来，得到负的，变成 sin 的负 n 派，管它是正还是负，通通等于零。结果呢，就是零 ，right？ 所以它保有同样的特性，只是符号稍微不一样而已。sin 呢一样画弧度。好，现在来了这个 cos， 这边我用颜色来弄一下好不好？ mx cos n， 抱歉，这个是不是 x 咯，它一定要是怎么样？等于什么？等于什么？可不可以再算一次？嗯？你们能不能算一下，告诉我它会等于什么东西？OK， 答案很简单，这边不是不相等就等于零吗？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根本就，那相等的时候怎么办？相等的时候它等于周期的一半派，这边的周期多少？二派，一半是多少？不信你算算看。再来呢 sin 的哦，抱歉抱歉抱歉，这个是 cosine OK， 两个都要一样的哈，两个不一样的哈，管你三七二十一，通通都等于零 OK， 也是一样。再来一个 永远都等于零，你可以发觉完全一样哎，对不对？我们只是稍微把变数变换一下而已，所有的功能全部都适用哎。那这个时候我带进来，要求 A0 怎么求？要求 A0 怎么求？记得刚刚怎么做吗？人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对第一个式积分，一积分完之后，后面这两项通通等于零，所以 A0 就算出来了。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A0 就等于 2L 分之一。就这样子。
那 AN 呢？因为 AN 是后面是 cosine， 所以乘上 cosine。BN 呢？是不是？你发觉两边根本就完全一样的东西吗？我管它是什么。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回家作业。一样，我们说的作业都礼拜三交 ，OK？ 上课十分钟之内交齐 ，OK？ 不接受迟交哦。好，好，先问你一个问题。我这边的积分呢，都有个特色，我都是从负拍积到正拍。来，我们再看一下，假设这个是 x， 假设这个是 cosine， 这边也是 t 呀、啊，这边也是 t 呀、啊。我们刚刚选择的 t 是从负拍积到正拍，对不对？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做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能不能决定从零积到二拍？可不可以？请你试试看，算给我看，它是可以的。OK， 我要知道，当你是从零积到二拍的时候，这些数值会变成什么？当然 ，expansion 的结果还是一样啊，对不对 ？A 零会变成什么？AN 会变成什么 ？BN 会变成什么？请你选择零到二派，零到二派。要是有人很不爽，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从 A 零到二派？我能不能从负二分之派到二分之三派？哦，我们来看看一题例题。我们有一个周期性的函数，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坡 ，OK。那这个坡呢，它 x 这边是零，这边是零，派，负派。它的大小呢，这边是 k， 这边是负 k。OK， 所以呢，我们将个 f of x 呢，这样子写。而且呢，它是周期性的函数，它是二派的周期性函数，所以我们 f 里面的 x 呢，你把它增加一个周期，它还是跟原来的一样。OK， 好，请你把它展开来。没有，我们前面是 cosine 了，对不对？所以换一下。我们的算法还是按照最左边的，
我们把这个拉过来。所以用这边来看就很容易了，对不对 ？OK，A 零等于什么 ？A 零等于什么？我们要求的就是，事实上就是有 A 零、A n、B n， 对不对 ？A 零等于什么？太简单了嘛，直接积分就好了。二派分之一的 f(x) dx， 从负派积到正派，太容易了一点了，对不对？这一积一看就知道，它可以分开成两个嘛，二派分之一，第一项负派积到零，是等于负 k。第二个从零积到派正 k， 因为它这两边不一样嘛 ，f(x) 就把它分成两段式啊，反正常数可以提出来，对不对 ？k 是等于常数哦，可以提出来 ，k 是等于常数可以提出来，所以这边变成怎么样？二派分之一的负 kx 负派到零，加上 kx 从零到派，零带进去等于零，负的带进去，负得正面的 k 派，对不对？派带进去又是 k 派，两个 k 派啊。所以就变成派跟派又消掉，答案等于多少 ？k， a 零就等于 k， 马上就算出来，你看看，啊、哦，反正前面分析完，后面带进来，速度就很快了。哎，为什么我这边的答案是零呢、啊？我看看哪边错掉？哦，因为这好啦，对不对？这个带进来当然是负的，乘负的变正的，但这个在下面加个负号嘛，所以前面是负的，啊，等于零。OK， 所以你们有两种状况，一种太饿了哈、啊，血糖太低了，所以没有注意到我算错哈、啊；另外吃太快了，血糖冲太高了哈、啊，太兴奋了，哈、啊，没有注意到。好来 ，B A N。要变成这样，对不对？请你记住哦，以后你在算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技巧。我要算 AN 的时候，我必须把它的这个式子先写出来，然后我再开始计算。你不要一开始就把东西丢进去就开始计算了，这样子人家看不懂你在干嘛。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要来检查，假设很复杂的计算，要来检查你当初是怎么算的，你怎么想的，两三下子就搞混了。好，就好像向量一样，有人就在想说，哎，你看课本向量又没有上面画个箭头啊，我干嘛画个箭头？问题是你在计算的时候又不是拿毛笔，你那粗体字你写得出来吗？对不对？所以呢，他很多人在算的时候，算到后来啊，根本搞不清楚哪个是向量，哪个是存量，他妈一塌糊涂啊，最后还可以算出个很漂亮的答案呢、啊，好伟大，那啊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来，很明显的，它可以分成两段。第一个负派到底，它是负 k cosine nx dx。第二个呢，零到正派，这个时候是正 k cosine nx dx。OK， 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仔细的看看，负 k 可以提出来 ，k 可以提出来。所以派分之一负 k， 这里面变 cosine nx 积分，就变成 n 分之一的 sine nx， 因为 cosine 的积分变正的 sine， 对不对？负派到零，再加上 k 提出来，后面又是一样 n 分之一的 sine nx 零到派 sine 零带进去得到什么？零呢、啊？负派带进去 ，sin 的负 n 派，答案呢？还是零呢、啊、？sin 在零或派的地方，通常都等于零嘛，所以是不是这个等于零呢、啊？这个呢，也是一样啊，所以它答案等于零，非常快，对不对？好了 ，bn。
f of x sine nx dx， 所以带进去结果一样得到两项，第一项负派到派的负 k 上 sine nx dx， 再加上派到零的 k sine nx dx。第一个负 k 可以提出来，所以是负 k。sin 的积分有 nx， 所以变数变化变 n 分之一之后积分 sin 的积分变成负的 cosine nx， 上下限从负派到正到零，再加上后面 k n 分之一 cosine 负的 cosine nx， 上下限从派到零。好， cosine 零带进去 cosine 零等于一，负派带进去 cosine负的 n 派也是等于负一，也是等于是吧？负一嘛，对不对？就像零减掉负一就变正一，正一再加上负就变负一，负一负负的正变成 n 分之 k， 所以这个是 n 分之 k。这边 cos 零带进来等于一，派带进来等于负一，零减掉负一又变正一，正一又乘上负负一，就减掉 k n 分之 k。所以它是什么？它变成两倍嘛，是不是？有没有两倍？我看看。哎，我写错了，这负派到零，这是零到零到派，弄错了。哎，你们要醒一点呢，啊。好，这个学期上课到现在还没有人纠正我计算错误哈，哎，醒一点，醒一点，哎，所以呢，这边是变成负的 n 分之 k 嘛，是不是？啊，我看看，零减掉负一变成正一，正一负一，负负得正 n 分之 k， 正的 n 分之 k。这边呢变成负一减掉正减掉，哎，不，我弄错了，零带进去是一嘛。一减掉负一变成多少？二负二，负的正 n 分之二 k，n 分之二 k。这边是什么？负一减掉 n 分之二 k， 这边是也是 n 分之二 k 啊，所以是两倍的 n 分之二 k， 所以等于派分之一乘上两倍的 n 分之二 k， 是不是？对啊，这个就是答案呐、啊。答案就变成 4K 除以 N 派，结束了，通通算出来了。不过哎，仔细看一下这个式子里面，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Sin 跟 Cosine，Sin 跟 Cosine 有不一样的特色，这两个方程式有什么特色？对，一个是偶函数，一个是奇函数。什么叫偶函数？OK， 偶函数是这样子的，我在这边稍微写一下。假设有个函数 f of x， 你把 x 呢透过圆心点取成负的 x， 还相等的，这个叫做偶函数。假设呢你同样的做，结果前面多跑出个负的，这个叫 odd。 你看看 cosine跟 sin 是不是有这个特性呢？你看看这样 cos 是这样，这一点它在这边，我取负的是不是跑到这边来？就这一点的大小都一样，都是正的，所以 cos 是 even 的函数。 sin 呢，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一个 x 的地方找一个数值，在这边把它反向到这边来，负的 x 就它的数值在这边，两个呢大小一样，差个负号，所以 sin 是什么？奇函数，对不对？奇函数、偶函数，这就好像我们小朋友在学的，好像我在教我儿子在幼稚园的时候，二四六八十就是偶数，对不对？一三五七九就是奇数一样，二加二会变成什么？是四还是偶函数啊？偶函数一直加一直加，会不会变成奇函数？不会嘛。
奇函数一直加一直加，会不会变偶函数？不会。但偶函数加奇函数变成什么？可以变成奇函数啊。所以你告诉我，但是问题是这边直觉判断，告诉我这个是奇函数偶函数，这个是奇函数还是偶函数？奇函数。为什么？随便找个点，这边的是这个数字正 K， 这个位置变成负向的时候，这个数字变成负 K， 刚好它是奇函数。你看看奇函数的状态下面呢，只有奇函数的这个系数存在啊，偶函数这个数字是零的，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函数要是奇函数，后面只有这个奇函数的存在，这个呢不见了。要是这个是偶函数呢，这个一定要等于零，这个要存在，对不对？所以好像有个感觉开始在了，不要让你的感觉不见了。所以到时候你要是算碰到一个函数有这个特色，你算完了都很顺，你怎么知道你算的对不对？那你就要从其他的方面来给你 support， 告诉你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 OK， 好，这个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假设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子的展开来有没有什么限制？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在讲的时候都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f of x 呢，除了是个 periodic function 之外呢，它本身要是一个 piecewise continuous 的 function， 在你讨论的范围里面要 piecewise continuous 以上的 function， 这个时候你展开来才会收敛。你不要说这个是有限值，就这个变成无穷大，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两边根本就不一样，哪有相等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证明来说，只要吻合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等式是存在的，右边这整个项呢是收敛的，这样子就好。OK， 我们非常快速的把它算一下，把它证明一下。OK， 假设这个 even 函数，它的展开来呢，你只要保留 even 的项就好了，你不要跑出个这个 odd 的项，因为 odd 加 even 一定等于 odd，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当然，你有可能 odd 加 odd 一加一变成偶数了，但是这边是函数啊，所以说呢，观念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假设 f of x is anOdd function， 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来看这边，来各位看一下这边，假设 f 是个偶函数， cos 也是偶函数，偶函数代表说以圆心点两边是对称的，那我积分还用从负的积到正的吗？
我可不可以写成零击到拍就可以了，那最后结果乘上二就好，是不是？那就比较简单。那要是奇函数呢，也是一样啊，奇函数乘奇函数会变偶函数，那这个时候它是要从零到拍前面乘上二就好了。 OK， 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当然你不这样子做也是可以啦，哦，没有什么不行的。好，来，我们现在呢来证明我们刚刚想要讲的这个概念。定理 If f of x 它是一个 periodic function， And is piecewise continuous，假设是在这个里面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and has a left hand， 的 derivative and right hand derivative，At each point of that interval。 OK， 在这个中间里面呢，每一个点 OK， 它可以有左边的微分子或右边的微分子，这两个微分子都不准发散。简单而言，假设你有个函数，比如说是这样，负派到正派，假设这边有个函数，假设是这样，哦，这个非常连续嘛，对不对？每一个点，这个点是不是有从左边靠过去，是不是有一定的斜率？它的微分就是斜率嘛，斜率有没有无穷大？没有。从右边靠过来，斜率有没有无穷大？没有，那就吻合了。每一个点都要这样子哦。假设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样子，这个函数是这样，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有，随便找个点，这个点，这个点左边逼近过来，斜率呢是有限值还是无限值？右边逼近过来呢？有限制，所以没问题。在这个点上面呢，左边逼近过来的斜率有没有斜率？有啊。有限制还是发散？有限制。右边逼近呢？右边逼近就变成在上面了，它是不是有它的斜率啊？比如说这个我不要，我把它画成这样好了，哦，这样子有个斜率，对不对？虽然说这两边的斜率不一样，没关系，只要没有发散就可以了。 OK，只要没有发散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告诉我们 The Fourier is serious， of f of x is convergent， 它是收敛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收敛。我们来看看哈，假设呢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函数 f of x， prove it， prove 有个 f of x， 那么所以呢 an 呢是不是可以写成派分之一的负派分之一到派的 f of x cosine nx dx， 对不对？这个呢只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说明而已，我们先把它算算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那这个会变成什么？来，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积分。 OK， 运算，我把这个稍微擦掉一下。
我们有个 f of x， 有个 cosine nx， 我们把这个积分，把这个微分，这个积分 f of x 微分，那就变成它一阶，反正它要存在嘛，对不对？而且它们是 n 阶都要存在哦，所以呢，假设它两个都存在，任何地方，我微分下来再微分下来，这个积分呢，负号，对不对？啊不不 ，cosine 积分过去变 sin 的积分变负的 n 平方分之一的 sin， 所以呢，根据部分分式法，所以右边的积分呢，就可以变成为派分之一 ，n 分之一 ，f of x 乘上 sin 的 nx， 第一个上下限呢，负派到正派。第二个有个负号了，所以负号我先把它给加了，负号派分之一，它那边有正的，哦，负负又得正，所以又是正的，所以 n 平方分之一。f 一次方微分的 x sin 的 nx， 最后下面横的维持积分的形式，有负的 n 平方分之一，所以我把负的 n 平方分之一提出来，所以正负得负的 n 平方分之一，在这边里面是不是 f 的两次方微分乘上 sin 的 nx，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子写吗 ？OK， 这个会什么 ？sin 的管理是什么呢？派带进去，它永远都等于零；负派带进去也是零，所以这个是零。这个呢带进来，你要记住啊 ，x 呢，也就是说 f(x) 呢，在任何个地方都不发散，它的一级微分不发散，两级微分也不发散，所以你带进去，它会等于有限值而已，乘上一个零，那永远都等于零啊。所以只剩下下面这一项，对不对？只剩下下面这一项。好，下面这一项会是什么东西？下面这一项呢，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函数，那你对它做两次方微分，管它三七二十一，这个的数值它可以正可以负，但绝对值之后它绝对不会发散，不会发散就代表你一定会小于某一个数值，你函数确认了，你一定会小于某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多少比你最大值还要大就对了的那个数值就可以了。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它这边有一个，哦抱歉，这个是 cosine 的，这是 cosine， 有个 cosine nx， cosine nx， cosine 我们知道 cosine 或 sine 它的极大值呢都在正负一之内，对不对？所以呢，它永远怎么样？小于或等于一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呢，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写成为它一定会怎么样？我看看一下，因为这个是等于它嘛，所以我把它做个绝对值，那负就不见了。对不对？这个绝对值一定是这样子，它一定要小于某一个数值。假设我把这个，因为它这个数值再怎么样也要比它小，我直接用它来代替，可不可以？那这个呢，一定比一小或等于一，那直接假设它最大值就是一嘛，可不可以？它是不是一定要比它来的小？Of course， 那这个数值会等于什么？二 m 除以 n 平方，它会等于一个数值，对不对？也就是它一定比这个数值来的小嘛，关键是哪一项，它的绝对值一定是这个样子。
同理。写在这边 similarly。BN 的绝对值呢也要怎么样小于某一个数值。也是一样。那么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一件我 f of x, 其实呢我可以展开了展开了之后它一定会小于某一个数值。比如说 A0, 再加上后面的很多个常数每一个常数都小于它是不是 2m? 提出来。那有很多 sin,cosine 啊对不对那 1,sin,cosine 的最大值就是1嘛。我们把它乘上最大值 ,1 再加上 1, 再加上2分之 1,2 的平方分之 1, 再加上2的平方分之 1, 一个 cosine, 一个 sin, 一个 cosine, 一个 sin, 这样一直加下来。它会不会收敛 ?A0 一定是某一个固定的值常数所以它不会发散。M, 是一个极大值而已。但是它也不会发散。后面加这么多项加几项因为真正的 summation 的时候呢是加无穷多项。那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去看看它加什么项越后面是不是越小小到最后面趋近于零这个东西会收敛。对不对它越来越小啊。它越来越小再下去就3的平方分之一加上4的3的平方分之一两倍。4的平方分之一 ,5 的平方分之一 ,6 的平方分之一是不是越后面的数值越来越小那你就可以到某一个大值的时候你把后面的数值除以前面的数值。这边就相当于你可以写成为 A0, 再加上2把它提出来 4m, 1再加上2平方分之一加上3平方分之一。到了某一定的数值之后你把后面那项除以前面那项然后让 n 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它就会趋近于零。后面比如说后面某一项是 n 加上1的平方分之一除以前面一项 n 分之一 n 加上一那 n 平方分之一 limit n 趋近于无穷大你就发觉它就趋近于零。那这个时候就代表它是收敛的。OK, 我们上次有稍微讲到一下收敛的判断方式嘛。就是后面那项一定要比前面那项来的小这个规律不能够改变当项数达到 一定的大项之后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这整个数字要趋近于零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成立了 OK 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来看起来呢还不错、哦、我们这些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两个呢都有个特色它都是要 periodic function 假设你有一个根本就不是 periodic function 怎么办呢 periodic function 就是说它会一直下去啊一直下去啊不管你怎么变化它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也从很远的过去也一直重复过来但是假设你今天的方程式呢它告诉你我才不管前不管后我只告诉你中间这一段是怎么样就这样子而已我能不能对它做展开来就只有这一段你想想看你在量测的时候你的方程式会是永远的周期吗起码你仪器打开的是不那个波形产生器你设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开始有波形嘛这个时候之前有吗起码不是哪一天你把它关起来了它是不是就没了它是不是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有而已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把对它展开来记住哦我刚刚讲的声音展开来刚刚给你看到那个波形它展开没有那么直接我发音的时候有没有说哆然后呢从呢150亿年前讲到现在还在哆我生命也没那么长啊对不对那我如何对它做展开来呢这个周期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哎，全部都是一直都是周期性的真正的东西一定是在某一段时间有而已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假设我们有个方选，这个方选呢，只有在这段时间之内有效而已，把这个零到 L 就这样子，前后他不管了，就假设没有吧，那我能不能对他做展开来？你告诉我他有没有周期性？没有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很简单，那个想法就对，反正你也不管前后嘛，对不对？那我来复制前后，我来创造前面跟后面，假设那我展开来之后 equation 我只 apply 在这段时间就好，这个区域就好，那不就解决了吗？反正你又不管前不管后啊。好，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假想呢？我把它切出来，我怎么来假想这一段？他现在就只有这样，我可不可以假想这一边是这样？那我这样一直重复下去，可不可以？这是一种假想，或者可不可以？这两种都是周期性的函数，是不是？哎，好像不是哎，是不是我弄错了？不是，不对了，这边应该是这样子啦，是不是？也就是说，我让这一段都是我的周期，这个是，它就一再的重复嘛，这是不是一再的重复？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这个是什么 ？O 函数，这个呢？这是 odd G 函数，叫 G 函数，因为比如说以这个地方，这个 x 在这边它是这么大，把 x 从正的 x 变成负的 x， 这边变成这么大，一样大，只是变成号而已。假设在这边呢，它这么大，变成负号之后呢，它还是这么大，而且符号一样，所以这个是 even function， 这是 odd function， 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我是哪一种假设，是不是中间这段黄色的都吻合它当初要求的 ？Right？ 那就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做，也就当初你只给我一半，我就来假设你另外一半的状况，然后让整体两个加起来之后去重复，变成个周期性函数，就 OK 了嘛？有没有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哈，又好像很难，对不对？会吗？会不会很难？应该不会吧？这个了解吗？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这样建构完了之后，我就把它丢到左边去，就把它全部算完了。最后算出来的这个 summation， 我只 apply 在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零到 L 的范围，不管是哪一个展开了之后，这边我都可以重复的把它做出来 ，right 就好了嘛。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下一次我来讲个例子，但是呢，作业要再多加一题，请你们回家先做，然后我礼拜一的时候呢，再来。